愿主内平安。阿门。好，我们再继续来交通。第四章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。你把所有告诉神，你先求他的义和他的国，这时候神会赐给你意外的平安。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出人意外的平安。你想不到的平安赐给你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不要害怕，脑血栓不临到你，你听明白吗？死亡不临到你，对不对？我们永远活着，我们是为主殉道的，将来那些地上的死亡不临到你了，而我们的死亡是什么？跟基督同死，挂在十字架上的死，跟基督荣耀的死，是不是啊？是。所以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人用意念所想不到的平安赐给你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。在哪里保守？为什么在基督里保守？怎么不在别的地方保守？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这心怀意念是在哪里保守的？在基督以外不保守，所以在基督以外天天有罪，因为神不保守他的心怀意念。但在基督耶稣里，神就保守你了。这个什么心怀意念，神就保守你呀。你背不了道，你死不了，是不是？神爱永远不离开你。神给你这样的平安，对不对？神从天上所赐的平安是出人意外的。他说：“我将我的平安给你们，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不是这世界的平安。神所赐的平安超乎人的意念呐，超乎人的想法，超乎人的想象。所以赐人意外的平安，他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，跑肉体里就叫他保守你的心怀意念。你等着。”跑肉体的主靠肉体行为，还叫主啊，你保守我的行为，不犯任意妄为的罪。你早晨交托，你晚上就去开始犯罪。你为什么早晨交托？因为神没保守你。我们为什么没保守你？是有原因的。他为什么不保守你呢？因为你在哪里？在肉体里，不在基督耶稣里，在亚当里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不保守你的心。所以早晨交托，白天犯了晚上认；早晨交托，白天犯了晚上认。你来吧。你来吧，神就叫你住在基督的恩典里头，你就在恩典里去住的，并且是恩上加恩的，住在恩典里面。这时候上帝就保守你的心怀意念，听没听清楚？好，再往前看啊，第八节，弟兄们，我还有末了的话。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、有。说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，所领受的，所听见的，所看见的，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。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，是不是啊？你向我所学的，对不对？都要去行。我效法基督，你们也效法基督。你们向我所行的，向是不是？向我所听的，向我所学的，都要去行。第九点，所听的，所学的。平安的神必永远与你同在。看，像我所学的都要去行。保罗说：“效法我就是学他，是不是啊？像我所行，学的都要。那你学了基督，却不是这样。既然学了他，
听了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得怎么行呢？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怎么行？有的人一看都要去行啊，向我所学，他不知道行什么。你听了学了基督，却不是这样。如果你们听了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样赐平安的神就永远与你同在了。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不住在自我里，来住在哪里啊？住在基督里。神才保守你的心怀意念，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对不对？当你不住在这里头，你从保罗所学的却没有去行。你学你行的是什么？从雷锋学的，从焦裕禄学的，从孔繁森学的，从刘胡兰学的，欧阳海学的，香秋丽、蔡永祥跟他们学的。那能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吗？你没有平安，你赖谁？你赖谁呢？有的人信了一辈子都没得到平安，不知道什么是平安，边信主边悔的，天天搅扰他，是不是？天天有鬼在攻击他，他都没得到真正的平安，没尝过天恩的滋味呀。保罗所说的是什么？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像我所学的都要去行，就行这件事。行什么事？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是不是啊？最关键的就要做新造的人。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，最关键要做什么人？新造的人呐、啊，做旧造的人是在基督里吗？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是新造的人呐、啊，是不是啊？这是所学的，这样呢，神就保守你的心怀意念，并且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你，并且赐给你的平安超过你所求所想的，并且呢，你要是。真正照保罗所学的去行，那赐平安的神永远与你同在。这是不是应许？是。神借着保罗的口向众教会、向众圣徒的应许。好，再往前看，这里面说：“弟兄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。”是未尽的话，未尽是什么？没有说完的话。凡是真实的，真实神是真实的，可信的，是可敬的，是公义的，是清洁的，是可爱的，是有美名的。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什么？思念。思念什么？你要思念这些事情，思念天上的事，这些都说的神的性情，有美名是神的性情，有公义是神的性情，清洁是神的性情，可敬的是神，真实的是神。第九节说：“你们在我身上去所学的，我效法基督，你们也效法基督，是不是啊？”这是学所学的。所领受的，所听见的，所看见的，多少个所？三个所，是不是啊？四个所。你在我身上所学的，所领受的，所听见的，所看见的，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啊，是不是啊？赐平安的神必与你们同在。真正我保罗说：“我所教导的是纯正真理的规模，你们要学纯正真理规模的，那这样神才与你们同在。你学的不是保罗所教导的，你学的是那假先知教导的，学的是假道，听见的是假福音，是吧？看见的是虚假的异象，这些不能给你带来真正的平安，对不对？保罗所说的，我说的是真的，我是按照套路给你们讲的。”那些人不按套路给你们讲，是不是啊？我是按照真理给你们讲的，那些人不是按真理给你们讲，所以你学完了也不能给你带来真平安。保罗说：“我所说的是给你们带来真平安的，
你要真正学了，听见的，所看见的，是不是、啊、所学的，是我所给你们讲的，那一定给你带来平安。听命令，明白？嗯。好，再往下看，第十节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，又得喜乐，几个喜乐？那叫常常喜乐，这就出来那个大大的喜乐。第五点啊，我要靠主大大的喜乐。是不是第五了？我靠主大大的喜乐，大大喜乐。你看前面常常喜乐，像你要喜乐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，你们要常常喜乐。我要靠主大大的什么？为什么喜乐呢？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，如今又发生了。你们思念我的心，如今又发生了。这是第一点，为什么喜乐？你们思念我的心，这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建立的，神借着保罗的口来建立的腓立比教会。他说你们思念我的心，又什么？又发现是什么意思？又发生了，如今又发生，发生是什么意思？又升华了，这个经英文倒装句，又什么？又什么？思念我心，又发生了，就是又升华了。发生是什么意思啊？就升华的意思，又重新在里面又产生出来了，又回到原来那个思念我的心中间了。所以我是大大的喜乐，因为证明你们。我起初传给你们道，你们没有丢掉，你们守住了，你们纪念我从前给你们传去的道，所以因此呢，你们开始思念我的心，又干什么？又怎么样啊？又升华了。你把这个句子调过来，你就明白了。要说发生，你不容易明白；要说生发出来了，又生发出来了，又重新再发。生发出来了，你就明白了，是不是啊？嗯。保罗因这件事而喜乐。再往下看，你们向来就思念我，向来思念我。说你们向来是什么意思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。啊，什么意思啊？你们一直向来就是一直在思念，又发又生发了，又发生了，又比原来又什么，又高了，又迫切了，又想见我了，又思念我了，又大大的思念我。因此我因着你们大大思念我，你们发生了思念我这个心，我就大大的什么了。好，再往下看，只是没有机会啊，只是没有机会。第三点，只是没有机会是什么意思？没有机会啊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们思念我，我在这坐监，你们思念我，你们想起我了，是不是？并且你们比原来的思念，你们一向向来都思念我，一直在思念我，但最后这个思念呢，又长了，又增加了，又多了，只是你没有机会，没有机会去看我，没有机会去攻击我呀。保罗一直腓立比才一直在攻击他们，是不是？以巴弗提也是腓立比拆到保罗罗马，在罗马坐监的时候拆到那里攻击。
好，再往下看啊，只是你们没有机会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。保罗现在需不需要供给啊？对。保罗说，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。保罗不能管他们要钱呢，也不能管他们要吃的要用的。现在保罗极其缺乏，是不是？而且这时候以巴弗的又有病，并且病得要死，保罗在监牢里有没有缺乏呀？我并不是因缺乏而说这话。保罗他是迫不得已的，是不是啊？保罗说：“的确，你们就是这样，一直顾念我。你们供给虽然不足呢，但以巴弗提来到我这上，他活上性命了，在做这个工作呀，跟我一同当兵的，跟我一同受苦啊。他活上命了，在外面赚钱，用力量赚钱来供给我啊。好，再看啊，再看。他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情况。”都可以知足了，我是有，是吧？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他说我不是因为缺乏，他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知足了。好多这话，他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，他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坐监缺不缺乏？他现在坐监呢，他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知足了，我不是因为缺乏才跟你们说这话。他说你们真确实是发生了，生发了，你们向来都是什么？思念。这个思念，我这个思念是因为纪念保罗，他在外传道，一直在供给他这些事儿。好，再往下看啊。他说我学会了什么呢？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保罗学会了什么呢？这是秘诀，他学会的是什么呢？第六点。他说我学会了什么呢？学会的，学会什么了？学会知足了，是不是？他在前面说我学会知足了，在什么情况下都知足，这是他学的功课。学会什么？知足了。怎么知足呢？知足到什么程度了呢？前面说有衣有食，后面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，对不对？他现在知足了，他在什么情况下缺乏，他也学会知足了。怎么知足的呢？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。这是第七点，知道怎样处什么？卑贱就是贫穷。下面说，也知道，这是不是秘诀啊？是。也知道。怎样处什么丰富？处丰富啊，这是一个基督徒今天一个何等大的一个信心啊。一个基督徒应当有这样信心，无论是富足，无论是缺乏，你都应当知足啊。学这个秘诀，这是个秘诀呀。信心不受这些的摇撼，信心不受这些影响，
依然是无论是处卑贱，是处丰富，最后都能站立得稳，不受这些影响。好，往下看，他说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时随在我都得了什么？第九节，无论怎样都得秘诀呀。都得是不是得秘诀了？不是这个诀，都得了哪个秘诀了？这是个秘诀，我豁出卑贱，豁出贫穷，豁出缺乏，豁出这个，豁出那，都得了一个秘诀。什么秘诀？这是个秘诀啊，这是基督徒以后传道立下的心智啊。保罗有这个心智，这是信心所产生的果效。我们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，我们也会有这个果效。那么就是豁出卑贱，豁出富足，或缺乏，或富有，或这样，或那样，或逼迫，或作奸，我都得了秘诀。丰富与否，跟我今天我这个整个的信仰没有关系，他得了秘诀了。好，再往下看，再往下看啊，得秘诀啊，再往下看，我靠着加给我力量，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，这句话，你看这句话，美不美？美。我现在靠着我加给我力量了，凡事都能做。一个像保罗这样心态的人，你在圣经里很少能找到一个，是不是啊？他为了主的缘故不顾及性命的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，这是第十，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，凡事都能做，是不是啊？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，都能做什么？靠着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，凡事是什么事？它是指在生活范畴之内的，也包括了生命范畴之内的都能做。生活范畴之内的他现在缺乏的，是不是啊？他现在有危机，坐在监狱头了。他现在呢，在罗马的帝国受别人的压榨，受别人逼迫、陷害，坐在监牢里，没有自由，木狗脚镣在带着呢。他说：“靠着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”耶稣说：“信我的人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做得比这更大。”信的人凡事就都能了，神能是在信的人身上显得完全，凡事都能，没有一样不能的。神的神能就能够好，我们再看啊。我们再看，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。保罗在这里头说你们和我同受患难，原是美事，是不是啊？
我受患难的时候，你们要跟我同受患难，也是没事。这句话很奇妙。他说：“然而，是不是？然而，是转了，是不是？你们要和我同受困难，就是没事儿，原是没事儿。同受，原是没事啊。”怎么会是美事呢？我现在坐监里头，你们如果的心和我同在监里头，这就是美事。你别因着我坐监，你们不跟我同受苦难，同受患难，你的心和我一起在患难中间，在监牢里头。我受患难的时候，你们不因着这个患难跌倒，你们的心和我同在监牢里头，因为同受捆锁。这是一件美事，是不是？基督在十字架上，你要跟基督一同受患难，同受苦难，你的心已经在跟基督同受十字架上的苦害，这原是美事。因为圣徒之死，在耶和华眼中看极为宝贵的事，是不是啊？那些在主里面死了的人是有福的。从今以后，做工的国效就随着他。保罗说这句话不是说腓立比教会现在已经在患难中，实际上没在患难中，腓立比教会现在还没正式遭遇患难的时候。保罗说你们，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，是表明你们的心和我一同在监狱里头，是不是啊？你体恤了那些在监狱里的人，就表明你的心和那些同受患难的人一起在受患难了。一处受伤，全身疼痛。如果你看我保罗是你的弟兄，当我坐监的时候，你们的心体恤我的在监牢里的患难，你这是原是什么？没事。听没听懂啊？因为我昨天我讲，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，在基督耶稣里面早早给我命定的。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。保罗说你们的心是我的安慰，你们的信是我的安慰，是我的喜乐，是我的冠冕。这句话不是别说，不是乱说，不是妄说的。而他说当然而你们的心和我同受患难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，你们不一定在患难中间就和我同受患难。我进监牢，或者弟兄姊妹进监牢的时候，你们体恤那些坐监的人，是不是啊？你们的心连续这些体贴这些坐在监里的人，这样你虽然没跟我同坐监，如同和我同受患难一样，是不是啊？好，再看腓立比人呐，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，论到受受的事，除了你们以外，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呀。保罗在这里提到供给的问题的，因为保罗在这里急需的需要，是不是啊？他说这话也是触动腓立比教会来供给保罗。他现在不是平安稳妥在外面有自由的时候，而是罗马那个帝国是很残暴的帝国，在监牢里头没有的你就没有，饿死你。他们把基督徒都当作兽一样放在斗兽场里面，你饿在监牢里饿，没东西吃，没衣服穿，他们不会管的，他们也不会供给你的，他们也不会给你吃的。所以这样在以巴弗提在攻击保罗，除了攻击保罗传道，因为这样忧上加忧，保罗坐监了，
这样呢，一把斧头换上命，攻击保罗，赚钱到外面赚钱攻击保罗。所以保罗写信的时候就商量了这件事，关乎供给的问题。他说什么？腓立比人呐，你们也知道，我出传福音，离了马其顿的时候，就在马其顿离开马其顿的时候，论到就是我没在你们那时候，论到受受的事，除了你们以外，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过，是不是啊？他说，我传道离马其顿了。马其顿是个地区啊，包括腓立比教会都属马其顿，帖撒罗尼迦都属马其顿境内的。说马其顿呢，离马其顿的时候走了，不走可能在当地，在腓立比或马其顿当地有人供给，一离开了没有人供给了，会出现这种现象。但现在我们照那个时候差得多了，那时候保罗的条件，传道条件艰不艰难呢？相当艰难呢，是不是？他艰难到什么程度？比我们现在就差多了。我们现在能吃饱饭，到哪个接待家庭了都能吃饱饭，那个时候宝宝能吃饱饭吗？饥饿，经常遇见饥饿，经常吃不上饭的时候。所以宝宝能把这个道能传给外邦，都豁上命了，没有自我了，完全舍己的把这道传出去了。今天我们要把保罗，上帝托付保罗所传的道继续的往外传呢，对不对？继续的往世界各地去传的。保罗是用命来换许许多的教会的灵魂的，是不是啊？我们今天也要把保罗所传出的福音继续的向世界各地去传，这样呢不会遇见一些难处的，是不是啊？每个教会都得看到传道这是一个最辛苦的事情，是不是啊？有家不能归的，传道是和其他的工作不一样的。保罗在这里主要提到供给的问题啊，他说的时候并没有人供给我，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。别的教会攻击我，他们的攻击有没有限呢？腓立比教会攻击有没有限？这里面明明提到腓立比教会攻击的人，一两次、三两次攻击，那就是不错的。但这里面主要是靠什么？以巴弗提呀，以巴弗提现在又有病了，保罗坐在监里头，那就轻等饿着，是不是啊？在这种情况下，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。要显出他们的与他同坐监的这个同受苦难这种什么美事啊，对不对呀？如果你一个基督徒，你一个真正的明白救恩同负恶的人，不知道传道人这个苦楚，只是有一些传道人不说就是了。保罗这是迫不得已的说了，而且显信给腓立比，打发提摩太和先打发以巴弗提去，后来又打发提摩太去，目的是什么？得到他们的供给啊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看说，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人供给我，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得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。几次？在帖撒罗尼迦近不近？帖撒罗尼迦离腓立比特别特别的近的。这时候保罗在这里头，不是说腓立比教会供给保罗就足够保罗用的了。这里面说是说他们一次两次的供给，
一次两次供给能供给多少？啊，保罗常年在外面传道，一次两次的，他不能以做工为主啊。后来保罗自己都是开始做成功了，原因是供给上的不足啊。帖撒罗尼迦教会本身就不供给保罗。这里面说，提到了在帖撒罗尼迦几多少供给啊？一次两次的。是不是啊？一次两次的攻击。好，再往下看啊，说，我并不求什么归送。他说我不是求归送的，什么意思？第十四是，我不是求归送。什么意思啊？他说我不是求归宗啊，我没求归宗，我是实在迫不得已的，我再跟你们说这件事。我不是求归宗，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的什么，在奉献，这是不是果子？好，但把它隔上，这个果子渐渐增多。我求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，求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。好，咱们看一段经文，《哥林多后书》第九章，找到吗？第九章，咱们看第六节，第九章先看第六节。晓得吗？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，这话是真的。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，不要做难，不要勉强，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常常的充足，能多行各样善事，如经上所记，他施舍钱财，周济穷贫穷，他的仁义存到永远。那赐种给撒种的人，赐粮给人吃的，必多多的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，又增加你们仁义的果子。这里面提到果子，这样。你的奉献，你的付出，你对传道的知识和你对工人上的补给供给的问题，神是不是在天上坐椅看着不管呢？哥林多教会在这里的供给上的事情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能量了，是不是？超出他们的能力。保罗在这说求，说我不求什么，求你们的果子渐渐什么增多。这什么果子？仁义的果子，是你们仁义所结出果子，是你们信心所产生的果效。一个真正明白救恩的人，他会不会是在这方面多结果子？是的，他不是看笑什么，不是卖单的，不是看保罗饿死你饿死才好的，是不是？不是这样的，他知道体恤，知道保罗在外面真不容易，是不是？传道的时候真有一些难处，当然我们现在传道没有他保罗那时候的难，出门就坐车，那时候全凭腿走啊，走一段路，那在陆地上全凭腿走，最充其量有小鱼车，再充其量有马车。再说保罗能坐得起马车吗？马车都什么样人坐的？当时罗马帝国的时候，他们坐马车，那是上等的人物坐马车。平时坐牛车就不错了，牛车一天嘎吱嘎吱的能走多远？过去那大铁胶铁轱辘一走，咔吱咔吱，就那道也不好，那个牛车就能走。保罗那个时候传道就那么走的。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一个君王，天国的君王来到世上，进耶路撒冷才充其量骑一头驴，
是不是啊？嗯。难不难呐？难不难？难呐。他们为了什么？为了全人类的灵魂。保罗为了灵魂深深的担忧啊，是不是啊？好，再回头看，再回到帖撒罗尼迦，不是帖撒罗尼迦，腓立比书，再继续看腓立比书第四章，他说归在你们的账上，就是你结出仁义的果子也归在你们的什么，归在你们的账上。什么意思？当你结果的在天国的生命册里归在你的账上，神把这财宝给你存到天上去了，就是仁义的果子，是不是？多结仁义的果子，那多种的多收，少种少收，你给，是不是？你所甘心乐意的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你所奉献的，上帝都纪念。你所奉献的，不管你奉献家庭啊，你是奉献钱财，奉献物力，这次咱们今天这次的聚会，需不需要吃的？需不需要喝的？需不需要住的？需不需要有人接待？对，这些花销从哪来的？从哪来的？有人奉献，是不是？对，弟兄姊妹来齐心合意的奉献，这个接待才能成功，是不是啊？那单靠一个人两个人的多大伙弟兄姊妹在奉献，那么这件事就很容易了，如果一个人那就很有压力了，是不是啊？包括我这一次接待人的姊妹和弟兄接待我们到那，也给这边减轻了负担，是不是啊？减轻很多的负担，这就说明一件事情，咱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，不是为个人的利益，也不是为哪一个人。保罗现在传道，他是整个把这个救恩真理传到欧洲去了，传到欧洲板块上去了。然后我们今天得到的救恩也是从欧洲传过来的，是不是？今天我们还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，不是保留在我们的里面，变成一千两银子把它埋起来，是不是？保罗在这时候归在你们的账上。好，再往下看啊。但我样样都有。保罗在这里说信心的话，但我样样都有，什么意思啊？他说我现在富足的是属灵的生命上富足，我样样都有啊，这是一个信心的话。第十六，他说我样样都有，我不缺少，我不贫穷，我虽然肉体上缺乏，但我现在是样样都有啊。好，再看啊，并且有余，我已经充足，因为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什么亏损？受了你们的，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亏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补足你们的，我从以巴弗，以巴弗提卖力补给我，我从以，因为以巴弗提是从你们那里才来的，以巴弗提现在知道我的困难，知道我现在缺乏，所以他拼了命的做这件事。我们看啊，他说我什么都有，并且有余。其实是有余吗？以巴弗提这时候都病了，都快要死了，保罗是忧上加忧，明明是很缺乏的，明明他坐监里头自己也不能出监，最初以巴弗提还病了，这样他就忧上加忧，似乎要死，几乎要死了，说我已经什么，他说我已经充足了，他说我怎么充足了，下面再看，因为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亏损，表明以巴弗提在供给他，是不是？十七，我从谁呢？
你爸傅提受了你们的亏损，受了你们的亏损。你爸傅提是带着菲律宾教会的捐资来见保罗吗？不是。伊巴菩提是把菲律宾教会那些捐资带给保罗了吗？不是。保罗说这样话，你看，当他说我受了他的亏损，当作极美的香气，为神所什么？我现在受的是谁的亏损呢？就算你们的，现在你们账上了，是不是？现在谁账上了？现在菲律宾账上。这句话是保罗整个的在关乎供给的问题上写给菲律宾教会的。你们供给我的不足，你们供给我的有限，是不是？在前面就提到以巴弗提险些要死了，他为了供给我不顾及性命了，是不是？好，咱们再看啊，他说当作馨香的极美的香气，为神所悦纳。第十八是极美的香气，是不是香气呀？那我们今天香气为神所什么？什么愿呢？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，有一些听子们甘心乐意的，为不为神所愿呢？为神愿呢？这件事神不会不知道的，神都给你记的，都记在你的账上，因为你跟着这个道产生出来的那种爱心，爱神的心，是不是敬畏神的心，神都记在你的账上，在天国里都在你的账上，一点也不少，甚至更多的倒在你们怀里。我们往下看，为神所悦纳，所喜悦的什么？所喜悦的什么？所喜悦的祭物，是不是？什么意思啊？怎么成祭物了？奉献是不是一种祭物啊？是。所喜悦的祭物啊！你真得到这个道的、这个、福音的好处的，当你做出来这些事情，你并不感觉到你自己吃亏的，甚至圣灵在你里面充满你无限的喜乐，你却感觉到我得到这个道了，我对主这种感恩不尽的心而发出来这种奉献，发出这种馨香的之气呀、啊，神在天上早就给你悦纳了，是不是、啊？往下看，往下看，是吧？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用的都充足。第十九，神必使你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这句话不是单对他说的，都充足啊，充不充足？这句话就是多种的多收，少种的少收，不种的不收。你付出了，神加倍给偿还你，是不是？上天下流倒在你们怀里。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三十八节，第六章第三十八节，这段经文也是很关键的。这是耶稣说的话，你试试看，神不会叫你缺乏，相反是上天下国倒在你怀里。
第38节找到吗？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升斗，十足的，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呢。因为你用什么良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呐。听没听懂？你们要给人，就有给你们的。并且用十足的升斗，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倒在你们怀里。这句话就是个应许，就是主耶稣基督曾经的对门徒所说的话是一种应许。那保罗在这里说什么？神必将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，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，不种的就不收，是不是？神必叫你们结满仁义的果子。这是一种结果子。当我信了耶稣之后，我得知这个真道以后，我有感恩的心，有奉献的心，那么今天你给人了，上帝不会叫你缺少，是不是啊？上帝会上尖下流倒在你们，并且是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倒在你们怀里。越是吝啬者，越是什么贫穷，越是施舍往外施者，舍就能什么？舍是什么？耶稣没有叫你们跟从主的人，他说先什么？是，然后再什么？你不信？你看那句话就这么说的，先舍，后舍。耶稣说：“施比受更为有福啊！”当你施往外施的时候，其实是给神了，对不对？神悦纳成为供物了，因为你补给的是整个的圣功，是传道用的。上帝在天上就看所结的这个仁义的果子，在你们里面产生果效了，发生了。所以呢，神使你们一切所用的都什么？充足。好，再回头看啊，再回头看。天，再看腓立比书，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荣耀归谁啊？最后荣耀归神，这才荣耀归神呢。因感恩不尽，所以在感恩的心中间发出来这个仁义的果子，是不是啊？知识整个传道，荣耀归给谁啊？神，归于神啊。好，再看。再看问安，第六点是问安。问安呢，请问在基督耶稣里各位圣徒安，有没有你？有。请问在基督耶稣里各位圣徒的安，在我这里的众圣徒、众弟兄都问你们安，众圣徒都问你们安，在凯撒家里的人特特地问你们安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。这应该是问安，因为保罗每一次都是在结束的时候问安，愿天父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、主耶稣基督的平安常与我们众人同在。因为腓立比书这卷书是何等的好，因为就着这卷书呢，使我们知道我们不靠着肉体，最后结出了什么果子呢？仁义的果子，仁义的果子，我们要靠肉体奉献的时候不甘心，是不是啊？腓立比书既劝勉了腓立比教会，又劝勉了我们，既激发了腓立比教会，也激发了我们，既警戒了腓立比教会，也警戒了我们，既给腓立比书带来了仁义的果子，也给我们带来了仁义的果子。
感谢赞美慈悲的阿爸父神。腓立比书我讲完了，里头的闭幕。亲爱的圣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把腓立比书赐给我们。这书里的话是何等的奥秘，这书里的话是何等的宝贵。因为借着腓立比书，使我们知道了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只有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才有益处的人，才能结出仁义的果子。只有不靠着律法，乃靠着主你的恩典，才能够结出这样的果子。唯独效法基督的死，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或者我也可以从死里复活，才能结出这样的果子。腓立比这里的教会是整个的教会的一个榜样，因为他有供给，几乎是供给的不足，但他们也尽心竭力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我们也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尽心竭力，为要一同兴旺福音而齐心努力。但愿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你所兴起基督的精兵，在他们身上成就你功夫的果子，使每个弟兄姊妹都能站起来，勇敢地为你福音做美好的见证。求你把你自己的恩惠和平安常常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，也赐给众教会，也赐给网络的教会，也赐给普天下教那些奉你名真正在基督耶稣里面得你救恩的人。主，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在这块土地上兴起了你自己的儿女，就求你在这里继续的复兴，复兴起众弟兄姊妹的心灵，将得救的数目加增给东营这里的教会，将众弟兄姊妹仁义的果子接满了这里每一个肢体，使他们都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。愿感恩颂赞荣耀和权柄都归给我在天上阿爸父神。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